队三个最快，虽然不一定是我们三个伤。伤快，速度，标准，爽。我也是很酷哎、欸，很酷哎、欸，一二三，很酷哎、欸。小刘，我是孝泰，对，孝泰。好，宝贝，你好，你好，宝贝。今天多了一位新同学，对，小刘，他叫小刘。投资真的太厉害了，练习的时候都比我们早还早。先来准备，这个霸气真的是外露。先休息一下。给我再一个好不好？先休息啊！我没有一整个赛季，真的，不要把自己一开始都超爆。我们一个赛季要学习休息放松，休息放松，休息放松，加油加油！对，我们都很想要一直练，但是不能，所以你刚起太近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要看对象，对，你要看对象，对，不同的星座要不同的方式，不然你不会空窗这么久，你还是要看对象，谁空窗这么久？好话，够。对，三个最快，虽然不一定是我们三个伤。三块，没有三双筷子。三双筷。好，三双筷。三块，速度，标准，爽。我也是很酷哎、欸。很酷哎。一二三，很酷哎、欸。怎么？你好，选手曾毅翔。哎呦。哎、欸，你丢铅球可以这样啊！你丢铅球可以这样，我这个人崩坏，加油，做你自己的啦！做你自己的，加油！声音出来，声音出来，要笑，要笑哦！喂，以前在学校吗？哎，同学，训导在哪里？训导在那边。OK 啦。我爸讲话。所以你可以先站后面一点，他一抛的时候你就往大概脚背左右，要不然你都慢半拍。对，好不好？小刘，我是孝泰。对，孝泰。好，宝贝，你好。你好，宝贝。今天多了一位新同学。对，小刘。他叫小刘。新同学注意了。教练都特别叮咛我们黄队的防守很弱，是我们一定要去加强的一个部分。对，那进攻的话就是慢慢调整，慢慢学习，但是防守先有防守才有进攻，对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的目标。